这次也是高兴嘛，大家热心人士都来为他做寿，所以我一定要来的。 那是第几辈的？第五辈。哦，你从哪儿过来的？从安徽那边过来。你生活状态、智力的话比较好。这边纯双人家的。哎，有有，他原本嘛就干啥子？自己吃饭，自己洗衣裳。我个人认为他的最大的秘诀就是，第一就是他的我说的不挑食。 第二个，他爱运动，他主要是这么心态好，他不怄气，他是这种子。